味道好像是、哦、卫生检查员，机长，卫生检查员来了，如果他发现有哪点卫生不合格，他就会关掉我们的餐馆，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，尽一切努力让蟹霸王通过检查。现在出去给他所有他需要的东西，迷倒他。说话轻一点。外人称我美食家，兄弟、我们完了。把菜单上的配料给我拿一份来。这是英明的选择，马上就来。他要每一样都来一份，那我们就让他来个老爸必制小汉堡。你看这汉堡做的行不行？臭豆腐、腐乳，让你感受天堂的感觉。黄瓜丝儿、柠檬、新鲜的小面条、美汁汁、臭卤虾、臭豆腐、臭卤虾、美汁汁、臭卤虾、臭卤虾、臭卤虾、柠檬。臭豆腐，臭豆腐，臭豆腐，美汁汁，熬了给兄弟们，造它就完了。你看这汉堡做的行不行？吃不饱，再来个普通的。老爸必制小汉堡，我的检查工作就要结束了。就怪配料没放好。他说再要一个小汉堡，让我们通过这次的卫生检查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，亲爱的孩子？汉堡，兄弟们，熬了给造就完。